会说曰：“始终不退，云精进。求心所愿，是愿求往生也。啊，疑惑者，他疑什么？或是迷惑，不了佛之物。”悔是恶作，比如说粗信悔，悔前信解半途而废，这叫悔啊，叫后悔。自为过咎者，彼过不逆为。自甘身边的苦啊，这个故事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啊。啊，住恶是指什么呢？不见三宝，不闻经法，没有别的故事。故事就是指的这个。啊，不见三宝没福啊，不闻经法智慧不开啊。啊，这一段就是慧疏解释的比较详细。啊，把疑惑这里提出来了，啊，是不了佛智，啊，至于三辈中是否包括边地问题，无量寿经钞论之甚详。钞曰：“经书不同。”这个经就是指的五种云一本。啊，这经是汉译的，汉译为《无量寿清经》啊，《清净平等觉经》。啊，大明大阿弥陀经啊，这是无疑。他说：“中下辈是，指中辈下辈皆有边际。”啊，经经，这个经经是指。为康生凯的本子啊，康生凯的本子说不二啊，别说之，故注思一义，注思指的是谭鸾、元晓、法柱、如瞻等事啊，存不舍矣。而以及景心、龙心、人月等事呢，存摄矣。啊，过去一义啊，并不相违。啊，但以此经翻译正本，谭鸾大师、我宗高祖啊，经虚一致啊，啊，这是谭鸾的略论。啊，六论里说得好，又有一种往生甘露。你看，不入三辈，三辈是上辈、中辈、下辈。我们在前面呢读过，
啊，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印。啊，这是不如三辈，啊，复三辈在信心往生，一所劝也，遍地皆是疑心往生，一所戒也。啊，说三辈是信心往生的，我们应该劝导，要勉励他。啊，这个是决定入位的。啊，看他念佛功夫前身，发心大小。啊，上辈生十八土，中辈生方便土，下辈生同居土。啊，三辈各有九品。啊，那么这一类呢，这边地是疑心往生。为什么疑心也会往生？啊，这个下面一品，啊，下面呢会讲到。啊，疑心是对于是两种，一种呢是怀疑自己，啊，怕自己善根福德不够，他也念佛，也求往生，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把握，侥幸。如果能往生很好，不能往生就算了，试试看。用这种心态，他能往生生边地去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法门不许可有疑惑。啊，有疑惑的人呢，真跟肯干的人，想试试看也行，他就到边落在边地。啊，所以佛在这里劝导我。最好是信心往生，不要怀疑。啊，信心往生至少也是下品下生的，他入品位了，不一样啊，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正式的学生啊。哎，那个边地是不等于说旁听生呢？啊，那是预备班的，还不是正式的。啊，所以这个。应该要劝诫啊，是信疑劝诫啊，要劝信，要戒疑。天地水火，何得相生？啊，天地不相生，水火不相生。比喻疑信不相识，啊，信心往生跟疑心往生不一样，这说的是很有道理。啊，说超论深山呐、啊，这个超是坛然法师的，啊，具信心者入三辈，存疑心者入边地，良心不同，生出迷。是以今此会本于三界外别名遍地一乘。